大家好，我是公泰，这是一台春风的 250SR， 我一个好哥们委托我帮他改一台可以参加国产 300cc 组别的赛车。这台车需要改装的地方特别多，主要还是发动机的部分，因为这台车的动力套件很多都是要自行开发的，所以说进度也是特别的慢。那么第一步还是先把所有不需要的原厂件全部拆光。那么话不多说，开始干。原厂就是锻造活塞。这个就是档位线，这里面就是档位开关的，几档几档的，对吧？它每次里面有个弹簧，它一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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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转到哪个点就是哪个档。下一期让我们来看看。
接上一条视频，我们继续来改装这台春风 250SR 的发动机。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发动机全部把它打散，然后看看它有哪些不足的地方，给它升级一下。一敲就下来了。首先这个气门弹簧我感觉不是很给力，然后我要给它换一套。还有这个气门，听很多朋友说这个气门特别容易断，这个凹顶的，这样压缩比会小很多了，改成平顶就好了。其实这个延长活塞已经很好了，就是压缩比小了一点，这个耗气也要更换。现在拆下来的是这个磁电机，延长的太重了，耗气我们要给它改一改。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曲轴拆下来，然后把曲轴上面的两个轴承换掉，因为延长轴承它的转速没有那么的高，因为赛车要榨取更多的动力，小排量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升它的转速。我给这个发动机的曲轴更换了两个 SKF 的 C3 轴承。这个工程量太大了，但是跑赛道嘛，没办法，精益求精。因为之前没有修过这个发动机，所以说拉码也没有，就临时找了一块铁板打了个孔，充当临时的拉码。小伙伴们都看到这里了，还不给我来个免费的小心心。如果喜欢看我们的视频，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，这样你下次就还可以继续刷到我们的视频。现在我们来称一下延长的磁电机有多重，3.1，这个是改装后的。它这里有个油道，然后要把这个套拿出来放在这里面，不然的话曲轴要拉掉的。这个轴承我压出来，但是这个轴承是锋利的，我把它转得太快的时候给它甩掉了，所以说我就车了一个这个，给它放进去就好了。马达拆掉了，自己做了个堵头堵起来，然后这个线圈拆掉了，磁电也拆掉了，这个就不发电了，只点火。今天不是说延长的活塞压缩比不高嘛，然后我就配了一个凸顶一点的活塞，这样的话压缩比会高一点。检查一下活塞的高度。增加压缩比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把延长的3层钢垫抽掉2层，只留最薄的那一层。这是自己挖的坑，自己截的，拿别的车改的钛合金的气门。因为我把进排气门都加大了，所以说这个气门座也要重新镶完，要重新挖。搞完以后再把气门打磨一下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这一期就到这里了，我们的春风 SR 的改装已经接近了尾声，这期的视频可能有点长，
希望大家能耐心的看完，因为原厂的下钢垫有点厚，我就买了材料自己回来手工做了一张。因为这个车的原厂凸轮轴只要解了转速就特别容易断，所以说我就拿到别的车的凸轮轴回来加工，加工以后给它改上去。今天有一个磨秃头的那个视频，因为没有拍，因为那个东西我没有设备，所以说我肯定做不了的，这是技术区让人家加工的。很多人好奇这是什么车的活塞，那我也不卖官司了，这是2017年之后的 R1 的活塞，然后也是要稍微的加工一下才能用。原厂的中钢是 78mm， 这个活塞是 79mm， 我算了一下它的排量刚好是 299.8， 所以说符合赛力的 300cc 以下。自制的薄钢垫，这个活塞拉上来刚刚好平。这个上钢垫是原厂的，抽掉了两张，留了最薄的那一张。然后我计算了一下，它的压缩比是 13.8， 因为我增加了压缩比，所以说原厂的这个螺栓我感觉强度太低了，所以说我换了 12.9G 的螺栓。肯定有小伙伴问我为什么要磨这个牙盘，有没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。因为我加工了气门座和更换了气门，那么它的气门间隙肯定是不对的，所以说我们要按照标准把气门间隙调节好。调这个车的气门间隙烦死了，绝对有小伙伴会问我这是在干什么，其实只要是做赛车改装的都知道，调整好最好再把凸轮轴这两个牙盘螺丝打紧就可以了。其实这个发动机拆拆装装到无数次了，只是很多视频我都没有去拍，这大致的流程肯定是没有错的，大家就将就的看一看吧。那么都看到这里了，喜欢我们视频的你还不给我们点一个免费的小心心。接下来我更新视频不会像现在一样一台车一台车更新了，这样的更新速度太慢了，我以后会差不多两三天更一次，就比如说安装一个配件我拍一个视频比较短。如果喜欢我这样更新的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我。好了，这里我就不废话了，要有什么地方不懂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服了前行车，前行车它一点油没有，加点这个油进去。
个车原厂的水箱太小了，因为改了发动机更容易干涸，所以说我给它定制了一个加装的水箱，这样它的发动机就不容易高温了。你到这边来插进去。